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 对局精解。今天我们请到的讲席嘉宾是彭拳七段，彭老师您好。大家好。那这盘棋呢，是连笑对战 Master 的一盘棋局，这个网名叫剑术，连笑是执黑，然后 Master 执白。好，我们来看一下棋局，Master 是白棋。对，我看他，二连星，对，最简单的，连小中国流，哎，不对，不是中国流，他就是是对一小目。对小目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Master 怎么样破这个对小目的这个变相变的形中国变流。形中国流。对，好像下完这个局部，这盘棋又紧张了，黑棋哈哈，就下完这个局部就紧张了，对，非常非一常个的角不下来。非常非常紧张。关键他下出了一个好手啊，以后我们现给，在就是一个小雪崩，对，看因为起这来。个地方青木看绝对不能走大雪崩了。因为大雪崩啊，青木说那他崩我不是只有个子吗？但他是不是会选择打对，车那呢？人家不可能再去崩了啊。这样的话，黑棋就太扁了，都在对，青木三看到路。本身这就是一个定式，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把棋放在这儿吧？要不你放在这儿也行，对吧？放在这儿啊，总之你不会放在这儿吧？这放在这儿太奇怪了，所以说啊，放在这儿啊，太奇怪，所以说这个棋，这时候它只能是小雪崩，其实是准备好的一个套餐属于黑棋，但是没想到呢。连笑下完这个套餐以后呢，看看白棋，这个本来有子啊，看看白棋是怎么破的。对，这个破得非常非常的犀利，关键是中间的有一步棋可能之前没有人下，我们来看小野崩，小野崩现在长是可以的，我们简单给青木看一下，主要这时候但长期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是吧？对，长是真子有利才能长嘛，因为如果真子不利的话，黑棋是可以爬的，我们简单给青木摆一下这个好，变化啊。爬。对，爬的时候你不能再长，再长它粘，怎么可能？它粘在这你就死了。粘一个，这个角就死了你是吗？拐它能拖二，然后它拖在22就死了。对，青木可以自行验出来，这就是全军覆没了，差一气。差一气。所以说你只能是断，但断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后面就下的时候别下旺了，就别说啊，我们看高手都是长的呀。你千万看看别这个征子问啊！对题对啊。对，就这个贞子一定要注意，一定是有利的。你别下一个不利的时候你去长啊，这盘棋就结束了。就是长的时候呢，下小目长的时候，请我们看一下贞子。一定要贞子有利，就这个贞子有利才能。现在这有个星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对，现教在白其实我棋们征子有利。一个简单的处理贞子的办法，你把星位放在天元就行了，这样你们就争起来就轻松了，你明显争不掉。所以说这手是能长的，那黑棋肯定是不能爬的，黑棋就挡在这对，它边。只能是挡角。然后现在白棋断。对，然后这个都是定式，没有问题。然后打吃，然后长，然后黑棋挺一下，这是绝先，然后再补角。这时候都中规中矩，然后白棋先我拐一下。就是一个小雪崩定式。对，本身黑棋的意图呢是依托本身这个定式肯定是黑白棋好，但是呢他为什么敢下呢？是这有一个子嘛，没有子就不说了，白棋跳出去了，黑的没什么，就没有后续手段了。他本意呢是这有个子以后呢，这三个全部看不是陷入困境了嘛，对吧？你要是这个硬怼他的话，那全部说那我们不是把他干掉了吗？这个干掉是不行的。干掉完以后啊，你只把这拍掉，然后他就算往前一挺，我们看到你这一块怎么办嘛？这个被一夹是吧？马上飞下来什么的，走你这个，对，哎，或飞在这这个，啊。如果你救援这的话，这被一飞快窒息了。这边，就反白正棋两边都保。对不死也是残疾了这个棋，就你不能去苦活嘛。所以说冲是不行的。然后实战呢，他下了一个好手，我印象中好像之前反正我没见过碰在这儿，他碰到这以后，不知道怎么解，有点暂时不知道怎么解，就解法不明这个局部啊。总之呢，黑棋痛苦不堪看看连笑是怎么解的。他退的话，实战他就出来了，他这样贴就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可能会问啊，那扳行吗？这个地方啊，我们简单给这地方多摆一下，扳好像他会断，断完以后，黑棋的下手就有点，由于这个地方我们看冲断味道很坏就有点昏厥了。如果是，其实可能最直观的是这样。但这样又落入了
经典的这个弃子陷阱，嗯，我们会看到弃完子以后，黑棋全是挤在一起了。虽嗯，然干掉了，我们再把这摆完，虽然干掉了白棋七个子，我觉得甚至他都不需要补断了。嗯。虽然七个子是4目，然后加上一些虚空，我们看到上边大概是不到30目，啊，这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你全盘就只剩下那30目，是不是？嗯嗯，别的地方这个子也被挂着了，这里边也没剩什么，剩不了什么东西。然后这别的地方就不能看了，都是白棋的。车喊他不能搬，搬会被断。虽然长的话，中了 master 的那个一个白棋就往可以前出推，来，嗯，往前推。对。这地方好像下完以后黑棋有点苦不堪言，甚至让我怀疑这个棋是不是这个套餐所谓的之前的很厉害的这布局套餐好像就被淘汰了，因为我们看到搬这的时候，黑棋已经很难搬了这个棋，其实我们可能会问断是断不了的，就搬就打，主要是这个棋呢，它可以弃子啊，白棋可以，它不是去救那三个了，嗯，它甚至这样子啊，我们看到主要是你吃才吃20多目嘛。五个子加一虚空，他只要控制在30目以内，把外面的棋走畅了，把你的潜力消掉了，黑棋就好像就哭了这棋啊，所以他搬不了，他想拐，拐完想断嘛。嗯，所以说，然后这时候白棋就补这边嗯，黑棋挡住。非常的无奈，我觉得，连笑下的非常的无奈。这拍一头，看上去还挺爽的。不，他不，他当时肯定要拍嘛，因为这虎嗯，是先手。如对。果你补呢，他再补这边，再跟你对攻。但是嗯，很遗憾呢，他不补了，他就直接去攻那边。有时候就是我给群友们说的，有时候你把棋下死的时候，当你濒临绝境然后你突然发现呢，我全走死了哈，这棋豁然开朗了这步棋就非常体现出master 的全局感嗯。我相信大部分的棋友们都会全盘救援这一大对，片我也这么觉得。而且是这片是棋形，那这样的话，其实局面还是非常的混沌的，因为嗯，你必须得补断，这样的话黑棋可以接着之后，我们可能嗯，接着之后就有个加，你还得补一手，那该黑棋下呢，黑棋不管走哪里走这边或者走这边再顺势围依然是一盘非常漫长的棋我们看这个角，光这个角就能围20多目，嗯。所以其实。他实战，我们来看实战。他把这地方挂了，这个黑棋这局部可以先手便宜两下，肯定虎不了了嘛。去拖，嗯，对，他就这么过去了，看似有些委屈。但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这边的20目黑棋肯定是化为乌有，以后这冲出来不知道怎么办，飞也不知道怎么办。这边白棋，应该10目是没有问题，所以这边已经得30目，在得30目情况下，秦牧看到这七个子还重要吗？这七个字。加上一些虚空，全死光也不会过30目是死了。你下来，我是死了。是死了，但对。是其实这边比这边更大，而且他这块棋做活了。我们看到，刚才这块棋还要被攻嘛？这价值判断就是围棋中最难的一个事儿，但是 Master 很不巧，他每次判断都是对，对的。他非常的精准，而且我相信主要是这个大型变化，可能之前很少人会去想那个嗯，棋，这个棋个大。对，大这饼个这个问题，弃掉这个子，这个价值判断的话，对人类来说好像就换算起来有点麻烦，就是它会困有难个点儿，盲点，就是享想不受到。不会去想，嗯。当你想到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没那么难了。对于这些职业高手、世界冠军来说嗯，关键是他可能有这个盲点，他不会这么去想，嗯，他会觉得这个又是棋筋吃了，送掉接近30目，不会去想那边居然会超过30目。所以有时候我才会说，有时候你面临绝境了，有时候发现走一个大棋子，反而这棋就打开局面了，甚至莫名其妙这棋还能下，甚至还优势都有可能。对，有可能还赚了。我们看到你吃的话，它这几个就变成了绝对先手了，黑棋绝对不能反抗，因为那边已经崩溃了，这边如果再被活的话，黑棋就不用下了，所以它只能委曲求全。所以 Master 这个弃子下的非然后常它再漂飞亮。着，这时候我们算一下。这个给球们算一下总账的话，这个棋就是这个地方明显白棋死了9个子2、9是1、18，加一些虚空大概是十也是18，也就是说36、7目这块棋。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小飞加这个边，我们数一个十五目不过分。十五目应该都不止。对，应该是不止的。这边十目是不过分的，他已经二十五了，然后一个星位十目是不过分的，已经三十五了。这个边明显是他的，而且这地方非常恶心，因为他能顶着挡过来啊。就是说，这个一封还封得挺严对实。对，黑棋馆没意思嘛。嗯。他居然贴你也不行，你也不能立收嘛，顶总是人家的。对。就这个还有残留一个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你还牵一手呢，这一冲出来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你再压一手又后手了，所以这个时候好像当你棋完子以后，我们会发现呢，这三十六七目吃完以后，好像黑棋盘面都不够了，这棋，而且最可怕的是外面都是黑白子，就是你的发展在哪呢？不知道了啊，所以说我们再看几步吧。所以说，Master 这个弃子啊，真是下得太漂亮了。对，然后实战它就是一些简单的进行。我们看，因为那有贴，白棋黑的得出个头啊。棋飞压出来。对，这飞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看，其实这步棋也是咬牙在拼的，正常是这要补一手嘛，是。但补一手这边再被连个骗，确实是明显落后了。黑棋那个角上那颗子还不知道怎么办对，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冲断，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光看长相就知道应该黑棋太勉强了。实在是他，但是黑棋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如果这五个再被干掉的话，明显控不够了，跳。然后跳是个先手，然后白棋尝一下啊，我们把这地方给全部摆完，别然后应该是上面拍一下，这个长，这个白跳，运气粘上，粘上，对，然后白的挡撞，下来。黑的贴，白的在挡。我们看到黑棋由其实这个是不能冲的，只能是爬棋内五个。但是由于形势的问题，棋五个肯定是没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实战好像棋的不止五个，好像边也没了，飞在这个也跑不掉了。就下了这的时候，我们再给球们简单判断一下，37加8，45这个地方大概55吧。然后白的还是十五光，然后我们看到这战死七个子14，然后加一些虚空，这地方就有30了。白的已经过45了，然后这个边十目没有问题，白的已经55了。然后你断完可能才55，所以这盘面白棋已经领先，对吗？莫名其妙的白的有领先，而且关键是我们看到黑棋再也没有，最可怕是再也没有发展的地方了。白棋现在盘面领先多少？20目？白的盘面是领先的，黑的贴目肯定是贴不出来。哦，盘面领先多少？不太确定哦，不太确定。大概优势在十目以上10目以上。而且黑白棋我们都是最保守的，估计就是它有那么多潜力的话，很明显黑棋是没有的，而白棋这个地方其实远远不止这么多，包括这个地方我们只说15目也是非常客气的，是，这个黑棋战死之后，恐怕这个差距一下就拉得比较大对，但他爬的话呢，爬了跳被这样推过来，这块棋也死了。那样的话也肯定也是劣势，要不然连线也不会，明知这个不行也去冲断去拼命。所以这盘棋的核心可能就是在这个转换，就是 Master 就是想到把这一大片都弃掉，然后做这样一个转换，还是他积累了不少优势吧。对，我觉得亮点在于28，哦，在这个棋。可能搬的时候有断它主要是这地方有弃子，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弃子，你非常的恶心。我虽然搞不清它有什么样的弃子啊。总之，它很灵活，这个地方你就很痛苦了。好，那我们这盘棋呢就先摆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